不让下，不让去玩，不让玩。 屁股这尾巴可顺了，你看多帅气，你还啃我，你啃我啊，你这狙，你啃我，这猫一推推的可厉害了，不动啊，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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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然它天天这样哪能得回？那这还一个打滚打的。 好，小文这到时候得给腿，你给它吸过去都被打，太厚了，这像它的毛。背它出去。 不容易啊，从一身又红又肿，能长到现在，你看，好好的，都漂亮。脸上到时候再给它修修，给它先转一下。是。肉啊。啊？脑子里面还长。 这个身上又穿了一身大棉袄，到时候给你妈得把你的棉袄给你脱了。慢点。 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是大硕。现在呢，天气也开始逐渐暖和起来了，也要准备着给咱们大院这些毛孩子们呢去做驱虫了。因为毛孩子也比较多嘛，每次给狗狗做驱虫的费用都还是挺高的，基本上每次都是要大几千。再加上呢，现在小院里面呢还有毛孩子啊，就是在医院里面住院治疗的，所以可能一时间呢也没有办法去全部的承担。所以最近呢，哥几个可能出去得多挣点钱，多干点活，因为毛孩子的健康问题呢，肯定是不能去忽略的。我们呢也会再加加油，再努努力。终于干完了，家人们，回到小院了。这会儿是又饿又累，一点劲儿都没了。先吃口东西，待会儿再把那个小院里面卫生再去打扫一下。